Score. Apple Fashion 2015春夏号巴黎女装瘦手臂改拎迷你包。下一季隋唐想追的山很快就找到了。第一个翻的就是我自己的爱牌 Valentino， 我会最喜欢这一件。他们很雅致，非常懂得女人的身材曲线。对时尚而敏锐的唐唐一眼就看穿夏季趋势。这些的包包好小。天哪，我都是那么多的人，我要放去哪里？记得春天来临之前一定要挥别拜拜袖背心上衣，很难驾驭的。当然糖糖是不用烦恼了。春夏巴黎时装周最大看点就是 Chanel 颠覆伸展台，把秀场变成时尚大游行。连吉赛都拿着大声公司吼，也顺便预告明年春夏街道上将开满鲜艳印花。新规了 online， Apple Fashion 2015春夏号超商开卖，报道。